是啊，你说莫名其妙下场雨真的很悲催的。如果你有听家居万能侠的话，随时都带个铁衣架傍身，拿出来一扭一掰，随便找个塑料袋一套，套住你的头，不就多大的雨都不用怕咯。不仅如此，这个铁衣架还可以修理厕所、冲水、防驼背，以及拍打经络呢。有机会再教大家吧，下次见。妈妈真的超厉害的，不过我呢就左边点，左边不是右啊，是左啊。你的左手边呢、啊？哪只是左手啊？戴手表那只是左手啊？去哪儿啊你？去拿只手表啊！只愿终有一日你知悉，愿你知悉我情意。